Hello， 大家早。今天八月二日，星期二，天气晴。今天早上呢，先把前几天呢，邻居送来的一个可可果呢打开，因为巧克力的颜料呢，就是从可可果呢开始的。那以前是看过，但是没有。那可可果的种子呢，你要把它剥呢，是很难剥的。那因为它很黏，所以非常难剥。但是如果你要疫苗啊，那你就非得要把那个肉呢给剥离以后才可以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慢慢介绍它了。现在还是在继续行事农场。那今天的工作呢，还是主要是把昨天的计划呢继续执行，也就是草皮的草稍微割一下，因为它又参差不齐了。那这次的做法可能不从果园开始，我这次想从生活区这边割一割就好，因为果园我想到过一阵子以后再来割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现在还是太短了一点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就出发咯。OK， 今天伟大的计划呢，就是割草。草皮终于割完了。这生活区的 A 区的部分，草皮都割好了。我带大家欣赏一下。这是第一层的草皮。那下面还有一层是通往菜园子的，我们走过来就可以看得到。那菜园子的距离比较长，所以割的呢时间就会耗费的比较久。这是我们正常早上取景的位置，就在这个位置上面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啊。这是今天早上的成果，整个草皮呢，到菜园子呢都割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工作就到这边，正式的告一个段落咯，明天见咯，拜拜。